在最短的时间煮一顿香喷喷的饭。化身小厨师，体验此季赈灾时烹煮热食的精神。慈大附中高三成年礼，不只是告别稚嫩，也是成长的开始。第一次动手做，学到很多。平常就是要练习，进厨房才不会爆炸。就是要18岁，要大学了，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啦。假设你现在只吃一半，那你的餐具、你的刀叉要怎么放？各个关卡老师用心设计，从校园环境的小知识、国际用餐礼仪，了解化无用为大用的大爱理念，以及体认父母如何辛苦工作，让孩子能顺利就读大学。他们无法理解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到底花了多少心血来养育他们，所以我们透过家庭收支的一个模拟情境题，有的是模拟他们大学可能一个月要花多少钱。假设只要需要花20,500。妈，我爱你。对，我真的觉得很谢谢他们辛苦赚钱给我。该这里对，好，祝福你。加冠典礼摆脱青涩。带着师长的祝福，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，证明自己踏上了下一段旅程，更能够适应以后未来大学的生活，然后也证明说自己能够独当一面了。我们成年了，耶！大爱新闻何宇怀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